我也想去。表哥，嗯，干嘛？你马没了？这时候还有心思开玩笑？是真的马没了，运粮草的马。什么？我的妈呀！赶紧追啊！啊，我仅存的丁爬克。那玩意儿等这回粮草，我帮你去附近镇上买啦。呀，此话当真？为了前线的第一杯奶茶，你们这帮人！天让我干活，反正是在拿我同类做营地士兵。仁义多么奢侈！哎呀妈呀！今天就要逃离你的掌控，在我后面吃土吧！追不上了，表哥，随他去吧。但是表哥，没有粮草我们怎么跟大家交代呀？没事，自有锦囊妙计。先回去，我们突突的上战场，只要取了敌将的首级拿去给将军看，嘿嘿，我们就能将功补过。不用多久我就能加官进爵，当上大将军，菊花木兰走上人生巅峰。想想还有点小激动。表哥稳，我再也不要来这个狗屁前线了。